今天带桑鲁斯出去逛街咯。请问一下，你认识这个吗？你认识这个吗？认不认识？你知道这是谁吗？我不认识他是吧？啊，好，再见。你认识这个吗？这个怪兽，奥特曼里面的怪兽。这是不是杨迪迦最后一个是那个加坦杰厄吗？也不是特利迦，那个是梅加洛杰厄。这得往那个2000年左右去想。他其实是我就说了，梦比优斯里面的那怪兽叫做萨乌鲁斯。啊，这是日版的卡片，哥几个可以挑一张。啊，您挑一张迪迦是吧？那您挑哪个？阿斯特拉，您挑哪个？利布特。哎呀，好，掉了一个。哎，好，多谢多谢啊，多谢啊。有空去关注，手抖腿不抖抖音账号。关注好玩的才刚开始哦。